一束花给尔如，一束花给富昌，你心里并没像嘴上那么恨富昌吗？他现在已经跟尔如合葬在一块儿，就算我来看尔如，顺道送一朵花给他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再说，他现在已经是一杯黄土，我有什么好跟他计较的？ 你只是不跟已死的人计较，尔文却宽大的，连你过去做的一切事都能够暂时放在一边。他尽心的想帮助你，你却拒绝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说过，他样样不如我，可是却从我这个样样比他强的人手中夺走了傅凯集团，甚至。 甚至还有婉伦，所以他休想夺走我最后的尊严。我如果接受他的帮助，那我在他面前就永远抬不起头来。我这样站起来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说过，我要靠自己，我不会依赖任何人，尤其是被我看低的侄儿文。 你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渡过眼前的难关？金融界、事业界，甚至同行间都已经封我，你面临破产，你已经信用扫地了。我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一定会克服眼前的困境，因为富盛亚从来没输过。即使被石家人打击趴在所有人面前，但是我又从富豪饭店找回了信心。 董事长，你们到现在才来？小周说，恐吓的黑函已经都寄出去了，明天一早，傅凯跟富豪饭店就会同时收到，我们的计划已经正式展开第一步。二若，不管把餐厅对我怎么样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必须对傅凯饭店纵火，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跟爸。黄卫国。 我要你跟我一起对我死去的老婆和岳父发誓，这场祸你会绝对小心处理。要是有任何不当，你跟我就到地下去向他们抵命。说啊！说啊！快说！你跟我都没有上天梯呢，我们绝对不会赔上无辜的性命来达成我们的目的。快说！快在他们面前做保证！ 我保证，下个星期天傅凯饭店的纵火只是虚惊一场，不会有任何人伤亡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不得好死。这么快？就下个星期。董事长，这是收发室刚收到的，跟早上收到的内容完全一样。 有钱人该死，因为不知道回馈社会。老天报应就要降临到你们有钱人，通通该死，报复这情况。这种黑函不是心里不正常人做的，就是。署名是报复者，就是有人存心想报复。我们新竹的饭店刚做完儿童慈善活动，说我们没有回馈给社会，不太公平吧？我判断跟施能玉有关。但从我接任以来。 从来没有跟同行或者任何人有过过节，除了傅盛雅。董事长没空，董事长没空。你出去。堂堂大企业的领导者，居然也会玩这种卑鄙的小把戏啊！啊。
内容完全一样，真的完全相同。你什么时候收到的？今天上午，各部门都收到江总的黑函，我们也是找到相聚的收到。本来我还以为是你，我原本还以为是你在跟尔南搞鬼，没想到对方也找上你们了。看来你们都是报复者的目标。可是又是谁要对付你们呢？难道会是把深潜底下的仇人？不过不管对方谁。 如果对方真的采取报复行动，我们一定要确保所有饭店的顾客和员工安全，必要时我觉得还是要报警。这种信号有的时候只是威胁你一下，让你保住虚惊而已。爸过去在世的时候也接过这种信号。这次我原本认为可能是尔南在搞鬼，所以想过来教训他一下，要不然我根本不会理会这种无聊的人。至于报警嘛，我觉得太小题大做了。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如果对方再有任何行动，我们一定要互通消息，因为关系到饭店所有人的安全，还是不要太大意。李秘书，通知各主管一小时后立刻开会。我要饭店所有的人都要提高警惕，一定要加强安全维护措施。再有行动，立刻报警。那个十二文跟那个自以为最聪明的英婉伦，他们似乎都相信。 我们跟他是一样，是被威胁的受害者。要是我的智慧不能够让董事长满意，要是不能够顺利的让保险理赔金到手的话，您会分10%的股份给我吗？你也别得意的太早。下星期日那场火，那才是重头戏啊。哦，对了，小周雇佣那个纵火的人，你见过吗？真的万无一失吗？ 小周办事，我放心。您刚才自己不是还夸奖他说，十二文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您起疑心，由此可见，小周办事绝对是万无一失啊。可是这个人你连见都没见过，真的可靠吗？我们不跟放火的人见面，那是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跟安全。小周他会负全责的。董事长，那我先回去，我跟小周再联络一下。 要不要盯紧一点？快去办吧！啊，对了，日子越来越近，董事长，你可要沉住气。其实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。爸爸。哎呦，小帅哥、小帅女啊，穿的有模有样的，干嘛？想翘爸爸请你们吃饭是不是？ 我们今天已经被人请了。哦，谁这么傻，请你们这个是两只小黄狗，不把人家吃垮才怪。是殷婆婆。那你们怎么跑到爸爸家这儿了？是三姨婆送我们来的，她还在外面等我们呢。三姨婆怎么不进来呢？哦，她知道爸爸很久没有见我们，会想我们呢，所以让我们来跟你见面。 叫做surprise。哎呦，小倩这英文长得真好，surprise。爱心。啊，你们替我谢谢三姨婆，把你们送到这儿来。要是你们今天不来的话，宝宝一个人在家里还真闷得发慌了。来，哎，看看你们两个重不重？哎呦，两个跟小猪一样。 这也叫surprise啊！傻你个头，surprise！干嘛？三姨婆说长征到我们就要走了。好吧，爸爸就送你们到外面去，顺便谢谢三姨婆啊。 对了，有一件事情，你们两个要千万千万记住，绝对不能忘啊！不能在睡觉以前吃巧克力，吃完要刷牙。嗯，不是，比这个事情还重要多了。记住，最近千万千万不要到舅舅的饭店去吃饭，听见没有？为什么不能去？哥哥一定做不到。嗯。
因为啊，我最喜欢吃富凯饭店西餐厅的牛排了，那里的牛排跟外公做的一样好吃。我最喜欢吃芒果冰淇淋了。叫你们不要去就不要去，离富凯饭店越远越好，听见没有？我祝你生日快乐！我也祝你生日快乐！怎么不找我一起说呢？殷婆婆的生日还要过几天才到呢。大伯，那我那天再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来，二文啊，弄东西给他们吃。好，好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好乖。慢慢，不急不急，不要急。看到他们三个人，就想到你们跟季强，你们小时候就跟他们三个一样。